嗰年我13岁。屋企环境好咗，都几好，过得好，同我入几手。但阿爸系要我同我大佬一间房。咁知两兄弟啊嘛，我大佬佢冇咩叻噶，最叻咪就系整蛊我咯。读书佢又唔俾心机，加拿大有大学收佢。送机嗰日，我先至发觉，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佢，我争啲想喊，因为以后成间房都系我噶啦。